我叫霍子，单身23年了。今年我不要再一个人过圣诞节了。啊，希望可以在今年脱单。大家都推荐我这个老师，但是这地方感觉超怪的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今年还有机会吗？就是脱单的部分。没有。可是那就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吗？去年没有，今年有。可是今年要结束了哎。在年底前就会有新的篇章开始哦。那我还可以怎么做？去一个亮晶晶的地方。亮晶晶的地方。有很多穿着异国服装的小朋友呢。异国风情，小朋友。可以再明确一点点吗？现在水晶球告诉我一个数字，459。来，459，往459这个方向走去。好，谢谢。应该没那么刚好吧？诶，这里是去一个亮晶晶的地方，在年底前就会有新的篇章开始哦。